同学啊，通通啊及格了啊，我们自己啊给。常务理事啊，这个也在做啊，这个啊来啊，然后这个这些都是那个，还有这个啊都是我们常务理事、常务监事啊，然后我请他们来帮忙发啊，你发这个。哎，我们张理事、张老师，我们的莫国强莫老师，还有我们李清约李老师，三位帮我们的这个感谢状送给我们三位干部。协会，我的协会呢，非常的致力于来帮助我们新科导游或是在职的导游能够不断的成长，给我们很多的栽培跟很多的机会去学习其实我当辅导员过程里面，大家也知道都很了解有时候真的做得不够好。那我也很感谢大家的包容，谢谢大家的配合。那呢，很感谢我们所有的老师的辛苦，感谢老师们对我们殷勤的教诲哈。然后一直到我现在在团上遇到问题，都会赶快打救命的电话就找我们的老师们，找协会的老师们来帮我们来给我们一些的好的建议，让我们不断的成长。所以呢，也希望各位我们的伙伴们，大家今天。我们真的很棒我们每一个人都拿到你想要的证照了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开始可能要开始进入导游的这个行业里面，那我们还是要不断学习，希望我们跟协会保持好的互动，也能够珍惜每一次成长机会，让我们的人生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棒。好，谢谢大家的配合，感谢大家。 好从深色一直到好像一家人，真的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那恭喜各位学员拿到导游证照，那也希望你们未来的日子一帆风顺，鸿图大展，谢谢。看新闻报告一下。